我是张宇博士。我现在嘎嘎的一撇，玩了一个要塞全国人血罪的一个游戏。然后呢，这个游戏里面它是什么样的？我就在狂打这些家伙，然后获得仙桃。这游戏这么可怕，最主要的事情，我们那个我们升一级，我们还能那个弄这个属性什么鬼的，还有什么五行符啊，还有什么传送门，这游戏太恐怖。然后我现在莫名其妙就丢了一大堆血，大概是因为这个什么云吧。你这个掉血，来去自如。所以我现在黄一匹，这个游戏它可怕的一匹，这是红的。这紫的绿的绿的灰的挖的他的，哎呀，那我就管那么多细节了就行了。我现在开始后悔妈妈的鲍鱼你他妈拥有了，输掉了比赛，这游戏连呼吸都是错的。鬼判定，小小的鱼你没看清楚，凉了，真的，我他妈的也行了。哎呦，别问为什么团体要怎么变身，变身就变身，稳赢就稳赢，看啊，爱咋咋地。粉粉回血，牛掰！只吃一颗的话，应该没事儿了。就一颗，来，然后回他一棍子，轮回锤！你他妈抢我仙桃干嘛？来，我操！隐藏云。哦，是不是看见了什么敌人？还是个土地公公。哦，嘿嘿，保好老孙，这一把能赢。这土地老公公还挺狠的，哎，我操！古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快去采摘吧。哎，我打他呢，不要瞎搞。在据点内保持静止就可以采桃了。不要瞎搞。二连四次，痛！垃圾！哼，绝不能辜负猴子猴孙们的期望。没喝血，灰飞烟灭。真杀啊！真杀不是真相。来去自如。怎么都是火的呀？掉了比赛，连呼吸都是错的。就是这样的。取桃。好吧，没了。就你玩这么多。这又是个符文，不要管它。只吃一颗的话应该没事儿，就一颗。敌方进入决胜时刻，抓紧时间击败逃亡，中断敌方的决胜时刻。来去自如。打逃亡，打逃亡，发起进攻。哦，好好，老孙，这一把能赢。这逃王长他妈是个八戒，他真你妈是个八戒。我方进入决胜时刻，保护队友，保护好我方逃亡。加油！二连斩！他妈还老子逃！悠悠地跑，悠悠地飘，我满天花，你知道我怎么唱起来？好，过去。来去自如。哎，这有个符文，我看看这个什么鬼？这个长得像，不对。我懂了，输掉了比赛，连呼吸都是错的。这个符，这个出来个佛像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绿的。哎，这个棍子，然后出来什么符文，你不要管它，这全都他妈是红的，很神奇吧？
我他娘也觉得很神奇。也赢了，两开花。我操，我跌倒。嗯，咱们来个人物吧。这是什么？你们是抄王者荣耀的吗？爆发输出。这个老龙王的。这鬼造势吗？反正觉得，反正对我来说应该不咋地。这什么鬼啊？这是个大饼金战术，应该是辅助。那么就是说，坦克战士，这法师吧？这应该就是刺客。什么鬼东西？血债血偿。哈。血债锤出鞘。哈。什么鬼？那我现在我觉得大师是好用。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别，别丢下巨灵神！不是你这个巨灵神，不是你这个。辣眼睛啊！东北不动手，这我莫名其妙觉得刚刚那个还能听见。有各式各样的珍珠宝石，要看看吗？这游戏到什么鬼啊？这反正说妖魔鬼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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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买个盾很好。我现在唯一一个看着挺正常的一个人，唯一一个，看着挺正常的一个，对，看着挺正常的一个猴。好吧，我说角色算了，就在悟空前期容易被抢，你们知道吧？哦，看个左那个倒数第二个那个狂妄。哦，你看这样子明显是王者要打啊，跟我们传说界好像并没有任何关系啊。相信我，这把不出是绝对的。操！国服，拿下！不能辜负猴子猴子们的期望。呀！我们看一下，现在是火服，看见没有？现在是土服。好，来去自如。我是不知道这玩意是什么鬼，这头像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还什么，还有什么加成。待会看见人的时候再去。输掉了比赛，连呼吸都是错的。灰飞烟灭。哈哈，
大事我是用的。他呼死只吃一颗的话、哦、应该没事了，就一颗屁都没有。来去自如，哦，那有人，他是只八戒。哎，造反！老四开个技能了，鬼子还有。好好好，这一把能赢。二连斩。五十。三连斩。三连斩。呀！排位赛啊，这种像老玩家打那才有意思，他这个萌新打感觉有点厚颜无耻。我作为一个玩这种游戏老，哎不是，这种类型的游戏不是玩这个游戏老多，也是个游戏妈的青春还是别的算忘了，输掉了比赛啊，连胡都是错的。我这玩过的好像是，好像是个新开的一个游戏啊，王者荣耀就是玩过吧？那里面出来的人应该可以玩得好这个游戏吧？那玩不好的就是有点辜负他的几他的几年的那个游戏以及他刻的心了。我差这么多人，啊、我打破方进入决胜时刻，只吃一颗的话，应该没事儿了。就一颗。我变强了，但我也输了。二连斩，呀！我变弱了，但是我头发也多了。飞飞一面，二连斩，好，嘿嘿，保好老孙，这一把能赢。三连斩，好。讨好老三干嘛呢？老三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讨好他？而且他是谁？二连斩！我操，老铁！呀！我其实我都要走了，他们五个人上去。不能辜负猴子猴子们的希望。但是我也能打得过。来去自如，呀！飞飞一面，应该是一个新手啊，上个月加分号啊，然后别人教我，别人都是电脑取个名而已啊之类的。然后来啊，就是你玩到后面啊，你就觉得这个真他妈有意思，然后你就跑去氪金了。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成绩都他妈是这样的。二连斩！我操，七百多个，七百多个小子在我。哇，我丢了78个桃。啊！这么多个桃，这就有点太那个了吧。操，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啊，把这东西都给他啊，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再干嘛，在
啊，这哦，我随便买一个，你们说买什么？对哦，我现在就是让你们说我也看不到啊。铃铛里的私房钱，而且我现在钱也没有了呀。我喜欢布偶娃娃。好，我们试试。我告诉大家，我是真的是有技术，而不是那个一角色好，你知道吧？是他妈赢。我是技术好，不是角色好。比如说，我挑这个角色，不对，我挑这个角色，奔波霸，看起来就很弱，而且我甚至都他妈没玩过，所以说啊，我要是能打好，你们就不要到时候说什么啊，我是那个英雄好什么东西的。知道了吗？我提前预防。你们要是说奔波大也挺强，你们告诉我什么角色弱，我打哪个角色。前提是我得有那个钱。哇，还有炸药了！完了，奔波霸怎么会有炸药？这比小发突然间就有炸药还恐怖。看这食肉动物。来，这位爷，我哪儿都不用了。好吧，别看他抢我的东西啊！河豚，大河豚，什么鬼？就是有点点模式了。把你身上的小鱼干统统交出来！那我来抢你的啦！这叫报复行为。我要逆风而行。好的，咸鱼。我操，地方人呢？地方人呢？没了。算了，我朝人家基地。找到人了，走。你们最好小点点。我真的不是想说他屁股强什么的，不对，我是想说的是我看到我思想不掉，这个是真牛的。我这不要问我什么，因为我做得到。灵感，给我放尊重些。好啊，过去滚！哇，他队友都快被我怼死了，他在那里弄我骑士的刷怪。这人也挺强啊，我这里面目前还没有什么弱的家伙。来，顺着通风口走，抓紧，留下来抓紧。看这食肉动物，集合团战。我觉得我得抄人家家去了，找不到人面。这些人物有点技术，非常恶心。我操，炸出来了个隐身的家伙。他说他本来就有，鬼知道。好，一群人干的。还有一个人。二连斩。
哎呦！决胜时刻，这挺强啊！二连斩，北斩倒落，三连斩，四连斩，哇，更气了！五连！杀了26个人才死一次，而且是被万人群殴。哇，这游戏太恐怖了！哎，我来了，决胜时刻，意外不意外？我操！我救了600多颗桃，你在逗我吗？我加上这600多颗桃，我就直接成桃王了，你们信不信？丢丢丢丢！哦，这角色真他妈强！千元哦，为什么他妈还要加入好感度这个东西？出发，哎，出发。知己送皮肤 ，What the fuck？ 啊，游戏这么恐怖了吗？好，我们再来打一把。算了，我觉得我先买个角色再说吧。哦，是什么？免费。我操，这角色还是这玩意。怪不得去，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也这样，为了公平，我还是换个角色玩吧。怎么才能证明我这个技术好呢？周六日，爱牛王。这应该是个辅助角色，不对，这就是个辅助角色。我不爱打，不爱玩这个辅助，啊，就算是坦克也行，啊，就埋了。
这是个坦克，它伤害又不高。正常来说啊，能杀很多人的那个技术应该是真的好吧？为了证明我的真的，我为什么要证明我的技术？我现在才发现，我有毛病了。我闲的没事去证明我的技术，这游戏才刚刚开服一回回。我的妈！这游戏是要向全国人民献祖哦。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凡是在《西游记》里面出现过的那个什么鬼剧情，都在这里面出现过了。而且你需要达到四级，你就可以知道他以前干什么，是吧？是吧？老牛，我只是尊重女性。破云。反正你这个辅助这个技能是有点太慢了。这个吧。好，这辅助技能，这个辅助技能是加护盾的。为什么我感觉是在换人呢？破云。为什么再加上这个云呢？哎，不对，控制，给他啊打，然后过去，然后疯狂锤他，然后逃出来啊，然后两个人在这里打了一步，不分上下，死的有毛病。这两个辅助之间战，不对，两个坦克之间战争，真的我他妈好像真的是个。操完蛋！我他喵的一个，我他喵的一个飞，我飞进了雾里面。铃铛里的私房钱，这是你们懂不懂？不是我这牛在那里吹牛逼。怎么也太烦了吧？我是真遇不到东西。沙尘暴，冲锋拦截，斩杀，喂，好，我说进去，你有本事在这里干嘛？勇气冲天，这东西到底有几啊？控制，没错。往回。这坦克打人贼慢。铃铛里的私房钱，没人发现吧？我操！我好像帮了敌方，怎么办？来呀！这是两个坦克之间的战争。坐稳喽！不忘旧仇。五毫福，并不是怕老牛，我只是尊重女性。再对，我操！又来了，我这个都这个。别喊我去吃火锅了。这个人好服，为什么都想修？
的，他们回马了。太稳了，这五号怎么还有这么可怕的吗？好，好了，好了，好了，这次有点可怕呀！我操，又出来一个。你说蓝挺有用，蓝你过来呀！我这还不是那个带尸体的家伙过来，顶峰拦截斩杀！喂，边跑边怼，还是真道理。好。有队友死吗？过来帮我一下下！我作为一个坦克，我能跟几个人斗智斗勇。领到你的私房钱，没人发现吧？啊！我方进入决胜时刻。一冲天！这人让我心里在说，我他妈！明白？啊？啊？五号？你猜？不要！九气冲天！你让他打个坦克，怎么可能？八八，我只要你尊重演戏了。不要！不要！我方进入决胜时刻。不要！我是红色蛋，喂，大锤，喂，反正就一个字，鬼就行。别喊我去吃火锅了，真烦。操，拿我幸福了，我操，游戏，打人，我的问题。我一个坦克死两回也很正常，毕竟我一个坦克还他妈杀了八个人，我，而且我也基本没发育，想象我感觉我也挺厉害，妈的，自欺欺人，怼，我方进入决胜时刻，二连斩。嫂子，擦，不能。我的妈！你们快打，快给我停住！我不能就这样气的狗蛋！我操，你们还真他妈有伤害！我一死都不知道。打完了，啊！作为一个坦克，我已经很骄傲了。我操，就他200多个，得他1000多个，不是，这个有点牛逼呀、啊，
全场最佳，我打个坦克都能全场最佳。这，哦，我感觉我现在很飘。你他们啊，抽奖免费分享你妹夫，到时候再分享。哇，皮肤哎，这什么鬼大腿？我不是，这皮肤有点，这皮肤名字很神奇啊！抽一下，能抽大圣吗？大圣的皮肤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好吧，大圣喜欢的，反正这不是大圣喜欢的，这是人可以送礼的。打起你妹夫，不打。哦，就是你上一把用的是吧？我还有我之前用的那个癞蛤蟆啊，是那个很强，是属于很强的那种，就是因为他那个啊，就是在那个在里面那个，我以为啊，没想到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用那只癞蛤蟆了，是吧？嘿嘿，嗯，不对，我这还用大圣吧？大圣吧，圣吧，圣宝，哎呸，我这么扯过去的。加油啊！你们这群人，快点加的好啊！来，这个，哎，对这个，我上来我得拿这个。我来说打圣，但是我还是打吧这个吧。但是我还是打圣。打的还是不打的？是不打的还是打的？是打的还是不打的？算了，不打了。啊，就玩这个吧。啊，看来不能取消锁定啊。哎，我可以换技能吗？不可以，我操，多保重。哎，你这句话我怎么感觉有点那个呢？没有羊的羊，我怎么感觉有点就是要啊，算了，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哎呀，还好没选大圣，就是跟地方撞的这个大圣，我是啊，怎么说呢，两个大圣互相分身，互相摸不清对方。我的天，剑气无魂，我操，我点错技能了。御剑飞行，我操，哦对了，这玩意它不是位移，这货没有位移。破鱼也很短，4 3 2 1转，来取个桃。哎，取了，取不了桃了，靠，如风也流碧路。哎，等等，我怎么唱起来了，而且唱的还是这种很容易被绿沙寒那种歌。我操，你们家来了，这行直接有点脆，但是有点脆，是这里他妈脆。不要再说细节，刚刚是失误，我没想到这个角色真他妈脆。听我之前牛魔王那波技术，你们还没有认清我是谁吗？我没错，我这技术很好的那种人。好，真他妈自恋。我操！我是怎么拿到这个？走了，搞错地方了！死呀死呀死呀！这个角色实在是太脆了，经不起毛些伤害，不然硬刚硬只能后方突袭。好，我就知道
这个角色太脆了，经不起一毛子性伤害。所以这个游戏你要想玩好，那你就得玩那个战士这一点，不能只老玩，不能老玩这种脆的要命的角色。看，你们看这血条脆的要命。但是在角色你要是把它练好了，还挺强的。但是你这个角色就太脆，太脆就不易使用啊。三二一，转。你感觉这个角色也是个无脑英雄啊，所以你没有啊，怎么说呢？有点难练。你怎么无脑英雄？你怎么练？他也是我觉得那种。这个一擦呀，那就不露了，他妈的！那普通吸血呢？无聊。我记得之前有个普通吸，普通吸血怎么没了？操，来抄家了！哎，过去过一刀！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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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血都他妈飞了！这是我打的最他妈失败的一局。这我打最失败的一局。因为这个角色太脆了，只要一碰就死，难不倒的。啊，跑不掉啊！好，这是我成了被欺负的那一方了，这情况就要跟着队友走。得拿出点真本事。就是靠手速了。我怎么拿到一个牌的？我操，这运气！剑气无魂，能跑一厘米是一厘米，这样子耗的血是最多的，你们知道吧？这个角色太……哎，现在人看见我就直接打。这巨他妈难受的一种感觉。等到火服了以后再去吃。换个服再说。嗯，这个火服还好。那走了，火服。我捋个头发。快回去！啊，别干了，你好惨。我也需要发育啊。御剑飞行，来，我去。其实呢，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去杀人，咱们就慢慢的把所有的这个逃脱器给凑齐就行。当你们静静的当你们和平主义者。三二一，转！我方进入决胜时刻。没有人都会回血啊！保护队友。保护队友。剑气无魂。进入收云阶段。把红衣把他毒死了。我算了。内
时。看，不用。过一点距离，四一点距离，给我想到最好的一种方法，保护队友。是唯一能想到的方法了，其实。剑士无魂。我方进入决胜时刻。没事，我队友是逃亡。我都要逃亡，我怎么说这么别扭？御剑飞行。哎，我以为你买了个灰的。走。保护队友。完事，没有羊的羊，还丢了44个桃。你老公去涂在这个里面干什么？哦，心平气和。来抽个奖先，爆米花，哇，人生鬼，法宝，备战，哈，呵呵，仙缘，给他个桃子，然后两个字管爷。我操，这升的也特慢了吧？这需要多少时间？哦，又是九盒人参果。走。俗称叫猴子呀。啊，本期视频就先到这，咱们下期再见。